华夏文化，能为民除害，降妖除魔，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盖世英雄。他们法力无边，战无不胜，他们勇敢正义，除暴安良。今晚王牌对王牌，惊现两道奇光，两大捉妖天团乘坐七彩祥云空降舞台，三打白骨精，大胜小妖精，降妖除魔大家强，天团必胜北好运好。争夺谁是王牌捉妖天团，一方是引爆全民沸点，揽下24亿的中国电影史票房冠军《捉妖记》剧组。景博，闫妮儿，我才是妖啊！哇！一方是触发集体回忆，解读经典 IP， 集结巩俐、郭富城、大家好、冯绍峰、唐僧、冯绍峰、小沈阳、最帅的猪八戒、罗仲谦、大战罗仲谦、东方魔幻巨制《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剧组，让我们走进东方神话世界，见证各路大仙集聚王牌福地，见证两大捉妖王牌盛名交锋，看捉妖天师如何保护福巴，人妖追逐，看一代国民男神孙悟空如何帅气归来，捉妖斩怪。故事的一切要从悟空痛打白骨精那惊世三棒说起。西行一途，妖怪三次附身变化，却屡屡被悟空看破。大师兄杀人了！白骨精几千年后夙愿难消，就让我来做，重现王牌舞台。这一次妖怪反其道而行，附身捉妖师潜藏在两大捉妖天团当中，白骨精近在眼前，捉妖团身陷疑云，谁能识破善于变化的妖魔，成就第一捉妖天团威名？白百合重披天师服，号令捉妖天团，王祖蓝变身哪吒三太子，加盟西游师徒天团，除妖专业户孙悟空撞上新一代捉妖天团，是联手还是缠斗不休？王牌对王牌，节目史上最悬疑的剧情，最激烈的对抗，谁才是三界第一捉妖天团？王牌对王牌即将揭晓。